不好的东西连买都不该买，还要比价。对，其实我们有时候回头头来，我们讨论那么多，什么人家多少钱啊 ，MRMT 啊，什么实验什么的、哦，重点是你有没有效？你没有效。你比这一罐还不如，你认同我打一好不好？没有效的东西就不该买，没有效的东西就不该叫人民打在身体上，没有效的东西你还当一个总统，当一个行政院长，还跑出来跟我们讲说要打这个没有效的。国家发展疫苗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哦，只有很少数的国家可以做到，很不容易。对啊，很少数国家可以说做到发展完自己的疫苗，然后你打他的疫苗都没有效。有时候回想一下，真的很少这种国家会这样子，应该说很少国家像我们那么好笑啦。你觉得很好笑？打四好不好？什么几百元都贵，我想这些说法都是，我想大家听听就好。他叫我们大家听听就好。我们现在的蔡政府就没有在负责任的啊、哦。什么慈济买的比较便宜，我们840块，他们600多块，大家听一听就好了啦。再次强调，一个国家有发展一个疫苗，是一个很难得的，不是随便的国家都可以的。尤其是我们还可以发展出一个让我们全部都要重打的一个疫苗。而近期业会陈时中风波沸沸扬扬，王必胜也是力挺老长官。如果说是什么去进行什么模拟考这些，那也太小看这个我们陈时中候选人。他这些事情完全都掌握在自己手里，所以你太看轻他了，这些还要我们去教他。你再加一句动算好了，在民进党执政之下，就是他完完全全要让你知道说什么，在野党现在跟我们竞争的是我们整个国家。你认同我打一好不好？你卫福部全部都挺陈时中。我们现在在野党不是在对付执政党，是对付整个国家啊！不要说国家机器，国家机器是说我不想让你知道我在对付你，说用动用国家机，没有，我们现在是直接告诉你说，你现在的在野党这个选战就是在抗衡蔡政府。我们现在不是在选举，我们是在推翻他。认同我打一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先回到老大帅气脸庞，搞不好这一段会剪精华，老大的帅气脸庞要出来，这样宣传力比较高。我们现在我们现在不是在选战，你有没有敢把我们的国家要回来？我们现在是要把民进党政府推翻掉，他做什么事情都完全不中立啊。郑运鹏的事情，那经济部长也出来讲了，因为郑运鹏现在要打说什么，帮桃园市争取到那个台积电要去那边盖，盖你妈盖！你不知道台积电现在很惨是不是啊？你不知道台积电那边很多的晶圆都已经被砍单去了吗？你不知道台积电高雄这边也不要那么快盖了吗？台积电现在很惨，你现在还在说什么郑运鹏帮桃园争取到那个台积电要去那边盖？就今天经济部长出来。说什么有我们在帮忙争取，所有民进党的政府官员在对付我们的在野党。我们现在不是在打选举，我们现在在对付一个政府。